观众朋友听啊，邱总聊了这么多，大家会觉得他谈话含金量很高。那这一切呢，都不是他透过书本读来而已，就是不是从学历上面正规学历上面读来的，他是从他的经历一路一路读过来的。包含您过去待过 LV， 也待过大润发、光泉，好多地方，你一路从仓管当到总经理。对，那在这一路上哦，我们很好奇，就是说，你有没有一套自己的经营心法？你觉得过程当中哦，你应该不是第一天就学会，在 LV 的时候，你绝对不晓得现在的这个想法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应该这么讲吧。我对零售一直有很大的憧憬，那可能跟从小出生的环境有点关系，跟我在大专毕业的时候刚好遇到。日本百货来台湾，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有，我每次都会讲这个故事，是我看到今日百货重新开幕在峨眉街，对，它叫做 FIT Fashioning Today。我记得它开幕的时候我就去朝圣，就在楼下就看到这栋，然后我想说不行，我一定来访问这里面的人，它实在太厉害了。这么小你就有这个想法？那时候大专刚毕业，所以我写了一篇叫做《零售业革命》。对，那一年刚好也是统一面包开始在转型，同时间做了统一超商的时候。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感觉到整个台湾变了，从以前都是那种隔着个柜台，对吧？然后跟杂货店老板说我要什么，他拿给你。对。到那个时候已经 over the counter， 是所有人都是自己可以去拿东西，自己可以买，这样自助式的消费方式，我觉得这整个视野是打开了。那我对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有兴趣的，以前我在高雄贵港出生的，我阿嬷他们，就是外婆外公他们都是开百货行。都是客人说我要什么，他拿给他的，鲜少有人敢自己去碰，因为你碰了，你就可能要拿走。比如他卖一个干鲍鱼，你碰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碰了？”那叫小时候都是这个样子，那个年代是这样子。那到现在这年代完全不是了，是一个类似消费者有主权去选择自己的商品的年代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就种下那样子对零售的憧憬。我觉得这个行业太好玩了，只要能够去理解这个买卖的关系跟这个心理，不是很棒的事吗？所以一直到我31岁，有个机会。能够到万客隆，对，从那时候大家开启我自己的零售的生涯，一直到现在。您认为是31岁那时候开始，你正式开始你接下来的这一场下半场？的确，从那时候才开始有一个主权去决定我要买什么给消费者。你这样的测试是非常非常好玩的。你今天买了个东西进到店里面去，当下马上哦，它一上架你就可以知道反应。天下没有比这个更。你很幸运哦，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是你最喜欢、你最有兴趣的事情。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千里马还需要伯乐。2006年的时候，之所以您会放下高薪的工作，跟陈祥立董事长一起来创业，那个时候您是因为他是你的知音哦。也算是，因为我们其实是在一个餐会里面认识的。但在认识之前，刚好就是2004、2005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怎么在台湾开这个店。那也跟我在原本的大润发嘛，对，跟当时的总经理有这样子的谈话过程。我觉得那是个机会，台湾应该有机会去开出一个离家近、价格低的，而且以当时大润发的采购的能力，应该可以有一个很棒，就是从零开始，可是会有一个很棒的起步。对，但当然后来因为。母公司是发商嘛，他们一直认为量贩店还很有市场，所以他希望我们把心放在那里。那其实你也就是一个工作者嘛，即便我负责是做了采购的工作，但是我也就是一个工作者。但我就选择好吧，那既然如此就继续。一直到遇到这位陈先生，他从那个年度的 Fortune 里面看到德国的首富跟第二有钱人，其实是一对兄弟，那就是 Aldi A-O-D-I 这个 Hard Discounter 的哥哥跟弟弟。对。他很好奇，然后就问到这件事，我说啊，我刚好去看过，然后其实我还因为这件事情做了一些功课，所以大家就聊开了，所以辗转经过几次的聊天，后来就决定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开这个同乐。其实三行是一个很鼓励创业的平台了， 所以他们大概有这样的 DNA， 他们认为好啊，那就来试试看吧。所以就这样子，我们就我就跳进来了。4月1号愚人节，愚人节，您说了第一天，我加入了第一天就是4月1号愚人节那一天，你等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为什么？但应该这么说，你有个想法，但没有做过，那你想离家，其实很多的，这不到悖论了，但就是他很吊诡。你说我想离家近，对吧？但我想要卖的是量贩店目前有的这些规格。我怎么塞进去一个这么小的店？量贩店一家量贩店大概有5000平左右，我今天只找了一个50平的，
差太多了。我怎么样把它放进来？是一百倍，那我怎么放得进来？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尝试。所以后来我决定，好吧，简单一点吧，我就开在离市场最近的地方，所以我就找了最多超市、最多同业的地方，包括小型的那种就是地区型的超市，但很大，三四百平的，跟那个时候的一两百平的这几个有名的超市体系，我就看到旁边、你直接到一级战区去啊？是，然后我就每天去跟踪，我去理解到底大家在买什么。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到，原来我想错了。其实林里面买的东西不是我想象中，就是这些，有很多在巷弄里面的。所以你们看到他们走到巷弄里面的杂粮行去买了一些东西。当然，我也看到这笑话，我看到他们也会去买槟榔，因为很多槟榔烂。所以那时候我曾经天真的想法，对，我槟榔不能够把它连锁化嘛。但 anyway 我放弃了那个采、采买的行为是非常特别。曾经有这样想过。所以就是验证，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所以我什么都想做，所以我什么都测试了。不过那个时候你的老板也很挺你哦，他让你就去 try。是。在碰到重大决策的时候，你毕竟是他的员工，你们两个谁决定？还是我决定了、因为我需要为这错的事情负责。他很棒，他就是跟着我去看店。那我就跟他解释我做这个是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那我想要看到什么，就是这件事情还蛮好玩。其实他中间陪我很长的时间。 OK、不过还不单单只是四月一号那一天、接下来在2019年的时候，您认为您做了一件事情是最大的错误。还错也对。其实是2018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规划、我们2018年的时候其实面对很多的刚讲到的电子支付，对，那我的观念是我全部都要接啊。那时候发现到一件事情，接不起来。那时候想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系统没有办法再有一个更大的触角，就对外面。那你想象讲未来真的要数位化，那怎么可能做得好？所以因为这样，我们就决定去 survey 工具，新的 ERP。对，那就这样子栽了一个坑。对，坑其实也蛮大。重点是，你想到 ERP 会想到什么？谁应该主导？那时候直觉就是 ERP 资讯嘛、所以找资讯主导，而且还很天真的认为我要找一个外面的专家来主导、就找了外面新聘了一个同仁进来加入这个团队、请他负责这件事情，所以就出了大事了。因为其实 ERP 是什么？ ERP 其实 是一个公司的资源系统的整合。对，所以要使用者很重要、对吧？所以应该是使用者过来做这件事情，而不是来提供者来谈这件事情。对。但是我们本末倒置，我们让提供 ERP 的这个源头的，包括顾问、我们的资讯同仁，来决定这个事情应该是怎么做的。那就变成一个很恐怖的谷仓效应，因为每一个都是单一的，每个部门都单一的窗口去讨论这件事情，所以对我这个部门来说是对的，可对另外一个部门来说可能是错的。对。但是没有人懂这个事业的本质，没有人去串，所以其实就造成一个很大的灾难。我们在2019年5月1号第一天，电脑一打开就是黑的，所以我就进入全盲。我常常跟大家讲，我进入全盲，进入八个月的时间，将近八个月时间、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今天做对还是做错、所以后来索性就尽量不要做，因为你做了你没有办法控制，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对，是。但这么现在谈起来是简单的，但当初是非常非常痛苦。我们每一天要聚会讨论所有的问题，今天有几个问题被发现了，解决了多少，剩下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，就一步这样去做。但我说它是一个错误，对，踩了一个坑。它也是一个很对的事情，是我们一开始盘点的是对的，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未来想要数位转型，得先盘点资源。我们最缺的其实就是这个最基础的 ERP 系统，没有一个好的基础，你怎么有办法在网上去堆叠，对不对？所以做对的事，我们做对了，我们决定要换。但做错的事，那个过程太过草率。我觉得这是面对的态度。我们永远会遇到问题，但你要能够面对，而不是说今天这个问题很难，我面对了觉得哇这太麻烦了，算了，也没有人知道，就把它摆在那边去了。问题永远不会因为你摆在一边去它就不见了，它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庞大。它给我的概念就是永远面对问题。